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麦克大叔。那今天原本到双城夜市想要吃这家拉面，但是他没有开，那就临好临时换别家。临时换我不知道换什么好，那就换这个吃肉肉好了。你好。对。那我想要那个，稍等一下。花椒多嘛，然后稍微有嚼劲。那二号是油花较少，肉味较比较 juicy， 然后肉味比较没那么重。那三四五的话是油花分布会越来越多，意识增加。好，那都做五分熟，所以口感都是一定都软的。那我要二号好了。好，二号的哎对，几盎司呢？几盎司有84.32，八盎司，八盎司需要。那你要昆布盐还是松露酱？昆布盐好了。昆布盐，嗯。那跟你说350。哎，好，哦，350哦，硬邦邦啊。好，谢谢。对。好麻烦，好麻烦。再稍等一下。是吗？后面有椅子可以先坐。啊，虽然是300多块，但是觉得这一家的牛排非常值得吃啊。会拿到个号码牌，好，这边就有这个品项，最想吃这个，但是可能要再久一点啊。然后依序就还有这些其他肉类的标示啊，还有好几种肉。好，再来就是比较便宜的了。香喷喷香喷喷的，
可以闻到这个牛排的味道，非常的香啊。我觉得这个角度看这个烤肉比较清楚。好像从这个不同角度拍，让各位朋友看个清楚啊。香得不得了，再一次巡礼。好，那这个时间的话，夜市也非常多人啊。好，现在忙开箱啊。然后再是比较困难的开箱，那昆布盐跟美国盐。满满的肉肉。那就撒玫瑰盐好了啊。好，那现在就吃吃看啊。啊，这肉质感觉很嫩。完全在吃这肉的原味，很棒。啊，撒一点盐就非常的美味。真的很美味啊。充满这个火烤的香气啊。哦，超赞。哦，350块的这么多牛肉。吃到赚到。啊，那我觉得是满分。哦，真的很棒。
很实在。很高档牛肉，就完全在吃这个好吃的牛排。小锅短袜。好，那最后在夜市逛一圈就结束了。因为今天是假日前夕，所以蛮热闹的。这边是长城烤肉串，好，这边就是我刚的这个吃肉肉啊。大少爷，阿富海鲜粥，上次过觉得还好。其实这个夜市也不大啊。三姐有一根，好，那这个是我刚想要吃拉面的地方，那没有开啊。好，这样就略略的逛了一圈，让各位朋友看一下这个夜市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